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。I say you say 二。上司中意搬龙门，因为佢唔想啲员工射波啊。喂，阿孔，店经理，大件事啦！吓，咩嘢大件事啊？做咩事啊？真系大件事啦！喂，咁大件事咁，你咪讲咯！你即刻翻嚟铺头啦！咩？而家啊？你讲紧？系啊！喂啊，我唔系好得啊！你做咩事啊？不如讲清楚啲啦，而家好唔好啊？冇咗你唔得喎，你快啲翻嚟啦！喂喂！喂喂，唔系嘛？喂喂喂喂，唉，做咩事啫？喂，唉，铺头咧好似有啲事啊，我可能要翻去睇下。咩事要即刻翻去咁夸啊？你打多次翻去先啦。打多次啊，打多次啊，好好好。咁大力嘅你打电话？喂，唔通啊？打多次啦，都唔通啊？点算啊？你打多次添啦。唔通咧？喂，唔得，我真系要翻翻去先。唉，你啲时间都敏敏地，你睇下，你而家去北角、去乐富、再去铜锣湾，兜嚟兜去。系、哦，咁点算啊？你打多次先啊！都系唔通咧，佢咪攞起咗个电话啊？咁唔好企喺度行啦，嘥时间，我车你。吓、啊，真系噶？喂，好唔好啊？第一次咩？行啦！唔该晒，呢边大哥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Jackie 啊，我咧有啲想食爆谷啊，你会唔会都想食啊？如果你食嘅话咧，我买大盒啲啊。欧阳啊，哦，好啊好啊，我都想食噶，咁你食住等我啊，唉，唔好碍身喎。不过咧，我而家呢度咧，有啲塞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尽快到，尽快到啊。咁我买大盒噶啦，你快啲过嚟啦，啲爆谷淋咗咧，唔好食噶。阿红呢？阿红啊，佢今日冇翻喎。冇翻？系啊，经理，你做乜翻嚟嘅？得你一个人喺度睇铺咋？系啊系啊，佢应该射波啊。射波唔系啊嘛，唉，做咩啊 ，Raven？ 你唔好笑住先啊！你咁老实话个同事射波同经理讲噶，射波啊，经理佢，你点处理啊？经理点处理啫？铺头啊，一定要两个人先睇得噶。唉，我打一次俾佢先，我打一次俾佢。打俾佢，打俾佢啦。喂，阿红，喂，你喺边啊？浅水湾。喂，揿 speaker， 揿 speaker。唉，好。喂，你知唔知你今日要翻工噶？知啊。啊！你仲好意思讲出口噶？喂，咁究竟乜嘢咁大件事先？而家大件事啊！我翻唔到咯。喂，你唔系啊嘛？你明知每一间都一定有两个人看铺噶啦，咁你突然之间射波，咁而家点先？你唔早啲讲，我而家点搵人啊？系啊，你翻咗铺头咪有两个人咯。喂，你系咪玩嘢啊？啊！你听日开始唔使翻工啦，你又做乜拍手啊？点算啊？呢个系咪你请噶？呢个人系咪咧？唉，抵你啦，要受啦，你真系唔使嬲喎！呢啲人佢走咪好咯。唉，唔系呢个问题啊。做咩啊？系点解每一次我要见欧阳嘅时候，个天都要咁样整蛊我嘅啫？唉，我谂我今晚唔可以见佢啦。明星称呼不去问，你这么神圣，都不可以喷。让时间公转得更慢，那一种游戏终点不会散。缘分虽野，不可以保证一秒。曾经很高兴，然后地竟揭下报警，除非不去问结果，仍可以是天堂。你煽动过我，要留力爱不可太多，花过心，但你太自爱，我却连自己。
消失或残酷，但不应该。然后别呼吸，最后不的意外。I say you say， 二欧阳玲是欧阳，司徒志强是志强 ，Jackie 是 Jackie， 细苏是 Raven。如果约咗一个人睇戏，但有可能等到散场都等唔到佢，你仲会唔会等落去啊？上嚟我嘅 Facebook page 欧阳玲酷欧阳，话俾我知你嘅决定啊！我谂我会等。然后来日只可以心领着你。余生很高兴留在脑海继续放映，除非不去问结果，仍可以是颠倒。你煽动过我，要留力爱不可太多，花过心但你太自爱，我却连自己都不再爱。缘分未消失，极残酷但很精彩。灵魂未消失，但留下受伤躯壳，然后别呼吸，最后不敌意外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